行了行了，今天我刘弟兄家试营业，谢谢大家赏光啊，管够吃管够喝啊。哎，我立行我立行，我立行我立行。恭喜发财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哎，来来来。来是不是欢迎我们呢？就算是吧。哎，这色牌以后就定在这儿了。不是，不是啊，这放鞭炮是欢迎我呢。这是刘泥鳅家呀，今天开饭店试营业，他们家饭店呀正好跟我们家对门。啊，那以后我们吃个饭就这种地方去了。是啊。李队长，你们开火之前呀，就在我们家吃，按你们的标准收钱，绝不多收。余的算我的，你别管了啊！太谢谢了，还是谢谢。客气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为我们村来打井，吃苦受累的，帮你们做点事不应该的吗？兄弟们，晚上干完活都上主任家吃饭去啊！听到没有？哎哎哎，别抢别抢，孩子们。别抢，我眼睛蹬手，快快快快！石头，你也别抢，不听话，你这孩子多危险啊！来，石头，给你画条，回去叫你妈来。她不是我妈。怎么不是你妈？来，再给你画条，别告诉你奶奶啊，叫你妈来，听见没有？快点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！恭喜老板娘，你好，都来了，恭喜老板发财，发财发财！哎。啰嗦啥啊？谁屋里好多客人啊？都来了！恭喜你！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哎，来来来，谢谢辛劳，好好好。你干什么呢，小石头？你弄这动静，想吓死我呀？哎呀，小石头，你看把你妈给吓的。刘大爷让小石头回来，叫你赶紧过去呢。那怎么有话不说呢？在那放鞭炮，就不会叫声妈呀？小泉，小泉，哎，走了哈，我去老刘家去了啊。爹，啊，你穿这是干嘛呀？等会儿。啊，我穿这是咋了？爹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别走啊！啥事儿？这神神叨叨的。爹，今天刘泥鳅家那么多人，你瞧那可像回事儿啊！看这衣服，脏成什么样了？把这新衣服换上吧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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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吃饭，我是给他面子。哼，我也不是为出头露面，我说换啥新衣裳。不，爹，那你不愿意换，那你套上吧。不不不，哎呀，穿脏了不还得洗啊？我说啊，别走远哈，回来咱俩一块儿到镇上去，啊，啊。哎呀，坐坐坐啊！哎呀，李兄，啊，坐坐坐。你家今儿开业，是请客招待，不用打算掏钱了吧？不请客也不招待，是开业酬宾，饭菜一律五折，五折。哎，你那个桌，他收钱？收钱，收钱，五折吧。五折，五折。哎哎哎，大哥，大哥，都来了你就别走了。泥鳅，没你这个弄法的，是吧？你发给我请柬，你还收钱？你说我开饭店哪不用钱？你说我油盐酱醋雇服务员，还有什么房子装修，不都是钱吗？别说哈，兜里没带钱，我一分都没带。行行，这个我收回来。行，没带钱，行行行，我不要钱，这顿饭我请，怎么样？哥，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刘泥鳅家饭店今天试营业，让他儿子
给我送了个请柬，我过去看看。别给我下了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就去啊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去。哎、嘿嘿，吃好喝好啊！哎，二秀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坐哪儿啊？哎，张媳妇。哎。来来来，都坐这儿来。行，我就坐这边就行。看、啊，哎，坐近点，坐这桌上。那给你留着呢。来让一下，来让一下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往这边串串，往这边串串。哎呀，给你送信，你不来都不敢开堂。哎，我去拿个凳子啊。你们早过来了，你们坐，你们坐。哎，先坐，先坐。这儿有凳子，吃去吧。啊，咱爷俩喝一个。行，没问题。那得少喝点，多喝了可不行。来来来坐下。行。好好好，吃好喝好啊。好好好，尝尝我儿子洗的炖的鱼。我去了啊。哎，五和，你过去看看他们家的饭菜都有些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回来也好跟我们说说。对呀，我是代表村委会给人庆贺的，可不是为你搜集情报的。想跟人学点好东西啊，你自己去啊。我今天哪儿都不去，我马上就关门，我彻底休息。姐，你别休息，一会儿打井队还来吃饭呢，人家刚进村就算咱们家招待了。你看你怎么什么事都爱上火呢？你这是这是啊，你这个妆咋化的？怎么了？你看把个嘴唇造的当魂化的，你看呀，真是的啊，你这是咋弄的？这是还能看出来呢？你看都怪顺水家那个小石头，你说这小孩气死我了，我正化妆呢，他在外面放炮，我这手一哆嗦就化成这样了。你看，气死我了！擦、哎、谢谢。来，咱整一个。行，来，大家喝一杯。哎呀，咱们叫农家乐是吧？人家就起名叫乐农家，这不是明摆着叫板吗？这还好事儿呢，这。怪了，行啊。没有他们这个竞争对手啊，我这饭店开的还真泄气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有了他们，我这心劲长起来了。你们可都知道啊，我这人好强，我就不信我输给他。行了，依我说呀，咱们两家是各开各的饭店，各挣各的钱啊。你要说经营上面较劲也可以，但在邻里关系上面不能较劲。我不管怎么说，我又是村主任，又是村支书，这村里边几千号人都看着咱呢，咱说话办事总得有个样吧。哎，朱五和，我什么时候说话办事没个样了？妈，我在这个村子里二十几年了，我跟人家谁家关系没搞好过呀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总是操闲心呢？哼，行，我开饭店啊，我跟人家竞争，不管你的事儿，行了吧？你别总是把我和你扯一起去。哎呀，姐，不是我要把你跟我扯到一起，你要不是我媳妇儿，没人把你跟我扯到一起。哎呀，行，你不要去。去。哎呀，你看，去吧，那边吃的好。哎，一个姐夫。哎，姐，你还真跟我姐夫生气啊？那个妈，那咱们赶快给打井队准备饭菜吧。姐，走吧。来，妈，我帮你。来，我帮。哎呀，主任来了。哟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哎、主任来了。哎呦，二叔也来了。哎呦，好，你们坐，一会儿咱们再喝啊。好。你这村里的大贵人，你不来我心里没底呀、啊。有主任来了，主任来了，主任来了。可以坐了。不，坐哪儿？你坐哪儿了？不，坐，一会儿咱们再喝啊！哎，主任，你先坐呗。一会儿咱们再喝啊！好，走，你坐这儿吧。一会儿说，我先参观，装好了，我还没来过呢。有厨房在哪儿？厨房啊，在。哟，弟妹，忙坏了吧？来，对对对，在那。装好，我还没来过呢，先参观。不如你家，参观什么呀？设计的不错，新潮啊。这都照生态园设计的。喜子，我和大爷来了。哟，回来
喜哥，哎呦，这服装穿的还真是那么回事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我以为从哪请了大师傅呢。行行行，哎呦，环境不错，挺干净啊，也挺亮眼的，不如你家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我看出来了，儿子掌勺，媳妇管账，你是大老板。什么老板？就这么几个人的小饭店。谦虚谦虚谦虚。不是啊，那个嫂子和六哥媳妇怎么没来？哎呦，他们忙呢，别管他。哎，要不要让喜子炒几个菜给送过去？不用，就是开饭店的还能饿得着他们呀。我就不信我干不过他。你别看刘泥鳅整天脑子活泛，那都是花拳绣腿，不好使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打小到大我就没有不服你的事儿，真的，你比我有心劲儿，凡事一到较真章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特别特别有钢条。玉翠啊，啊，我给你把话搁这儿啊，我要是干不过他刘泥鳅呀，我就不叫木珍珠。能干过了就凭咱俩干过了。来来来，那个主任来给大家讲话，主任给大家讲话啊！好好好，就在这儿。哎，别别别别，上中间讲，中间点。哎呀，那桌还有人呢，都得听得见呢。这泥鳅今，哎呀！哎，大家把酒满上啊！主任给大家讲话，大家来点掌声欢迎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泥鳅非常说两句，好好简单说两句啊。咱们首先呢。热烈祝贺刘泥鳅家的乐农家饭店试营业开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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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呢，大家都知道现在村干部呢由管理型已经改成服务型了，我这个村干部呢说白了就是大家的一个服务员，大家伙有什么事只管说完了一块喝酒，共同祝贺啊！来来来来，外边的，外边的，外边外边，干干干干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干干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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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马上好！吃鱼吃鱼啊！爸爸了吧？嗯。啊，好儿子，在这等会儿啊，爸爸干完活咱就回家啊。是人，传上活我们干吧。你跟石头赶紧回家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们哥几个都知道我的事儿，那我就先回了啊。回吧啊。哦，兄弟，帮我包这衣服给我。以后经常来啊！走走走走，慢走慢走慢走。哎，大伙先别走别走，安静安静，安静一下安静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啊！我现在宣布一个事儿，今天呢我们家饭店试营业，明天啊就正式开业了。我们家为了庆贺饭店开业，晚上呢拉场子，演花鼓灯，唱淮河民歌，我们热烈欢迎大伙来热闹热闹啊！来热闹热闹，来热闹热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！我们的小广播啊，可不能白广播，大家明天晚上一定要来，听见没有啊？我侄儿媳妇常喜咱都来哈，都来哈。你干嘛你？你这瞎广播什么呀？明天晚上不就我跟吴二秀唱花鼓灯吗？我又没安排别的呀，谁哪来唱淮河民歌的？这明天晚上保证有唱淮河民歌人到场就是了。谁呀？谁你也不知道。我请来的人啊，保证唱得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过谁的淮河民歌啊比他唱得好的。少泉，少泉，快点，快走啊！哎，
我操！哎，有趣儿，还行。叔啊，我看我还是别去了。你看双全去拉饲料，去的时候再拉上咱们俩，多重啊！别，得去。俺俩到镇上去啊，我给他做身新衣服。你说俺俩这大老爷们也弄不明白这玩意儿，你去了干个高级参谋啊！顺便你看看你的闺女庞牙呗。是啊，一块儿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一趟也行。你还别说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是有点想胖丫了。那就去呗。双全啊，那你就从我家门前走，我去把包拿着。哎，啊，行，那咱走吧。哎呀，哎呦呦，哎，坐好了啊。哎呀，你到那可得好好给他挑挑。行，叔，你坐稳了啊。这个小石头，自打我到了他们老孙家，他就没管我叫过一声妈。二秀啊，顺水这个对象还是叔我帮你介绍的，啊，我看那个人不错，他常年在这个淮河上跑船，钱也不少挣。不是他对你不是不错吗？不错什么呀？他不在家我还真挺想的，可他一回来，心里不是他妈就是小石头，根本就没我。石头，你这早晨真没吃饭？从早上到现在我还没吃饭呢。你妈天天不给你做饭吃？她只顾着自己吃，又是煮鸡蛋又是吃大馍的，从来都没管过我和奶奶。爸爸带你去小卖店买吃的啊，走。风车糖葫芦，风车糖葫芦，风车糖葫芦，风车怎么买东西你啊？来，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？慢走啊！我跑这么老远来看你来了，我还不该来呀、啊。你身上怎么一股酒味啊？你喝酒啊？喝了，怎么了？大花生，大瓜子儿嘞！刚炒得的大瓜子儿，五香瓜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喊了，你卖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妈妈妈妈，我跟你说句话行吗？说。妈，你能不能对那顺水妈和小石头好一点啊？我怎么对他们不好了我呀？你又听说什么了？不是不是妈，你进了人家老孙家的门，那就是老孙家的人，你得跟人家一心一意过日子，跟人家里人都得往好了处才行啊。妈，行了行了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哎妈，你等会儿。妈，
我在镇上见过你。哎，你跟你妈是不是在那边开了一间服装店？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是，我们家是江苏的。江苏啊，你看你长得真好看，一看就是个大美女。欢迎。哎呀，新亮哥。不吃不吃不吃，哎呀，花呀，啊，在这卖花生瓜子儿，啊，不容易吧？风吹日晒的，行吧，挣点钱真是。哎，我给你出点主意啊。什么主意啊？我现在啊，把咱们投湖的鱼往城里运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在这儿弄个小摊儿，代卖点鱼，那挣钱多快呀！哎呀，哎，新亮哥。你说的真行，太行了！以前呀、啊，我只愁没进货的渠道，只要有你天天给我送鱼，那我这鱼我卖定了。好，哎，那哟，今天没你份儿、啊，改天吧。哎，明天，打明儿起我给你送鱼了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好，那行，我先走了啊。行，慢点骑啊。哎，走了啊。哎。在我们朱围村啊，他是我最崇拜的人，人家可是个大学生，天天给我送鱼，乐死我了。也对，我要找你钱了。来，他是我们村啊飞出去的金凤凰，现在学院毕了业，人家又飞回来了，他叫朱新亮。哎，走了啊，哎，下次来啊。客人啊，买瓜子了，喝，大哥，吃瓜子儿。啊，楠楠，给客人量量。啊，你做衣服啊？哦哦，对，嗯，量量量量给他。嗯，来，你到这儿来，我给你量量。吃瓜子，把衣服脱了吧。嗯，脱了，脱了，脱了。嗯，大哥。嗯。你看这布料，看做什么样式的？选选。选选、嗯。哎呀，这样式太多了。这挺好的，这色行吧？就是，你干干活没法穿，这是。好了，你把衣服穿上吧。哎，小宝贝，穿。我说算，别弄了，咱弄不明白。一会儿，我们来个明白人，人家帮他参谋参谋，啊，也行。嗯，大姐，哟，阿姨来了。你说的是他吧？你们爷俩也在做衣服呀？啊，前两天他还带着他儿子来做衣服呢。哪是他？你闹岔了呢，小广播人啊，不是。哎呀，我呀，知道大姐有点事儿，来来来，大姐来。那给。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建军，你就别问了。那圣水哥，这一肚子话又能跟谁说呢？我家那个婆娘对我妈和小叔都不好，你看，把孩子都饿成这样。我又整天在外面跑船，家里的事情我都顾不上。那你这次回来就多待些日子呗。能多待什么呀？这船上的事儿这么多，我就是抽空回来看看，这马上就得走。那你总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边呢是我妈和石头，那边呢又是我媳妇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好，石头，咱们走吧。好，拿吧。哎。鸡蛋面。哎，来，跟姑姑再见。姑姑再见。嗯，再见，边喝边吃啊。走了啊。嗯。哎呀，哎呀呀！
叫我叔没辈分，应该叫你叔才对的。不是亲，套亲戚是一种叫法，我们年轻人有我们自己的叫法。胡闹，别叫叔。大成哥，哎，又拉饲料来了。啊，黄洋咋说话呢？哎呀，就看见车上饲料了，我这大活人看不见了。知道。嗯，你妈呢？我妈早回去了。哎，叔爷，我正想找您呢，得空啊，想让您给我掐算掐算，看看我今后的这个运气和命运怎么样。行啊行啊，好样儿，可真逗，你咋还信我爸那一套呢？现在谁还信这个？你看这位女啥事儿？你这上边去。好样儿，这就是你来找我。咱亲戚李道我啥也不说了，要是换个别人，他就不给我送份大礼，那我才不给他掐算了。叔爷你放心啊，我找你掐算去一定给您备份大礼。不用太大。什么呀？啊，你真找他算吗？他哪会算呢？别听他瞎扯淡了。看你这话多是吧，话多是吧，把嘴给我闭上。人家胖丫这信得过我。胖丫你说你叔爷爷掐算准不准？听村里人说挺准的。哎，你可得了吧，他还准。你准你怎么没把你自己的事算明白呢？你看又多嘴是吧。那个是叔爷别生气啊，来来来装点我炒的花生啊。哎，这话我爱听。好吃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胖丫胖丫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差不多差不多了。平时我爱磕这个东西，你多装点。哎，爹爹，我有这瓜子花生的呢。哎呀，咱家你能跟人胖丫比？人胖丫炒的可香、啊。哎，对，都是我自个儿炒的，可香了呢。来，你双水也抓紧、哎。对对对，不用，我这刚拉完饲料，浑身一股味儿了，熏着你的。你瞧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那我从小在村子长大的，我还嫌乎你这味儿啊？来，水也再装点。哎，上去了，行了啊，行了吧，走吧，来。哎呦，您这兜还挺多哈、啊！兜钱装不多少。爹，我可走了啊！你看你可真，小子沉不住气儿，你说，你等等我啊，你这。还一把呢。哎，来来来，走。我等你啊。哎，慢着啊。哎。哎，你来。回来了，拿下去。哟，你多了这么些东西啊！您这出去是卖东西还是买东西呢？连卖带买。其实谁出去卖什么东西，进趟城溜达溜达腿脚，要不一天到晚呢，搁家腿都站麻了。生命在于运动。您锻炼身体我不反对，可是我就怕您给累着了。茶沏好了啊，搁这儿。哎。过来洗把脸吧，松快松快。我们在家怎么样？今天顺水哥来了，买了好多方便面和挂面。是。哦。那准是啊，我二舅啊，整天不正经做饭，钱他又把着，顺水妈又没有实权。哎呀，谁过日子成天吃那玩意儿？就是啊，你看这玩秀也是的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得成天的瞎闹腾。你说那舍和顺水哥多好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家家都有一个难念的经啊。老爷子，买两盒烟呢。啊，来了。孙行，爹，爹，你说你以后人前人后的，能不能少干点丢人的事儿？丢人？我丢啥人了？还没逃完呢。
吃点。我不吃，我脸烧得慌。我抓花生，你脸发啥烧呀？这是胖羊让我抓的，我还没吃着你挣的呢。我要吃着你挣的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还不得把我嘴堵上啊？吃完不上去。爹，我不看着没别人，就咱爷俩说点心里话。看你想哪儿了？别，你别说这心里话，我不爱听，听了我心里犯堵。那指望不上我。那你刚才坐谁的车啊？你说刚才你在车里又在那吃花生，又在那吃瓜子儿啊？我借你这点光借不上。再说了，这不是到镇上给你做衣服，我就做，我敢做。那你还得借我光？这够笑的。该你的吧你，管那么多。二秀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顺水回来了，是他买的。谁家过日子能成天吃这些？那些东西是你买的？东西是我买的，怎么了？你买那么多东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想你心里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吧？你是不是又听他们娘俩在你面前说我什么了？说你怎么了？哎，没说又怎么了啊？我不在家。你干了些什么？你心里明白。我干什么了我呀？我怎么能搭挂板把他们供起来吧？那你说，为什么你钱把着，你不给他们做饭？哪顿饭都得我做呀？啊，你妈岁数大了，牙口不好，我做硬了吧，她想吃软的；我做软了吧，你儿子又想吃硬的，我怎么伺候他们呀？你，那米面都在那放着，愿意吃自己做不就完了吗？我妈他们要是能做饭。我娶你这么个媳妇干什么？当摆设？哦，你把我娶到你们家来就是给他们做饭呀，我可伺候不了他们，你赶紧想办法。你们买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吃，我不吃。哎，王秀，你去哪？给我站住。我自己找地方吃饭去，不用你管。你给我站住。你是是是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老跟他闹别扭了。你看你们这一吵一闹的，妈心里好受吗？妈，你看他说话多气人呐！啊，要不是你在跟前，我这一巴掌就扇过去了。好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算是什么日子啊？真是。妈，你别气啊！哎呀，真是老了，还是不能省心啊！哎呀，你看看这日子，真是。王爷，哎，先垫点东西啊，晚上咱上嫂子的饭店吃去。行，改改馋，上他那儿。哎呀，嫂子说了，明儿晚上饭店啊，拉场子耍龙灯。啊，对呀，明天是开业两年，耍龙灯热闹挺好。嗯，穿这个。我去，小孩吃这玩意儿，我去。嗯，老爷，姑亮了。我爸我妈叫你们快点过去吃饭呢。这么着急啊？啊，走吧。那你先把老爷驮过去啊，哎，收拾收拾就来。走吧，老爷。你把龙头拿来。啊，我衣服。哎，好嘞。收拾，关门，早点走。嗯。啊。嗯，耍龙灯啊，这个，走，走，嗯，上车，给我呀，我扛着吧。
你敢说我敢做吗？你以为这是骑驴呢？这是电驴子。给我，哎，行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哎，我上去了啊。别紧张啊，哦，坐稳了啊。好的。干净，干净，一定要干净啊！听见没？我们家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的卫生一定要上去，听见没？这个洗完了呢，把这儿再好好洗一遍，完了用这个，这是最后一遍，用抹布把这个里里外外都擦干净啊！我要跟他们说了。儿子啊，你就自己拎吧。好，爸歇一会儿。到时候太累了，咱俩歇一会儿。捏两下，你站起来啊，你使不上劲儿。哎呀，哎，你说唱淮河民歌那个演员明天晚上能到位吗？夫妻之间无戏言，明天晚上我们家叫狗欢庆了，这个时候还能跟你开玩笑？那姑娘歌唱的可好了，人也长得漂亮，毫无夸张的说，像朵水仙花似的。跟玩秀比呢？他比玩秀强多了呀！淮河民歌唱的可好了，他在省里拿过大奖呢。论说，我跟玩秀唱花鼓灯，那在这十里八村，那可是有名的高手。你说那个男的，真那么漂亮？明天来你就看见了。就年轻的时候呢，论唱啊，论长相，那一般人可是不行。行了行了，张口玩秀，闭口玩秀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吧，他俩到底谁好？这不牵扯个节目顺序问题吗？你说楠楠好，我没看着啊，那就得等明天楠楠来，我呢先检查一下。他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？明天晚上我跟二秀就给他垫场，要他在后面压轴，好好发挥，必须把对门场子给震了。对，看怎么样呀？大龙爸，这是你一个人的啊？他们都吃了。行，看看还加点什么不？不用，这够，这挺好吃，乐家就加这个吧。我就知道你好这一口。炖了一锅呢。行，我去取啊。哎，别闹了，快耍你好别弄了，爹呀，别闹了。姑可跟你说啊，以前呢这个龙头都是你爸耍，你看他今年说啥也不愿意耍了。明儿晚上咱跟人家底灯，全看你了啊。姑，您放心，打小就看我爸耍这龙头，看我都看会了。虽然说耍的没得好，但是也差不到哪去啊。明天我绝对把这个龙头给你耍出彩来。先生，你爸不耍不对，但是你拿这个练啊，这不是明儿上场的，明儿上场那龙这院子都装不下。一会儿啊，我吃完的教你这样。姑，怎么样？我姥爷亲自教我，明天这龙就飞了，嗨，飞！今天咱们家是一夜，明天正是一夜，晚上又要拉场子唱戏，这么搞下去，咱们两家关系能好吗？好什么好？从打在这儿开饭店，我就没指望两家关系能好。要说好，那也是表面。
表面好不好，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。咱们在这儿开饭店，和人家竞争，一块肉两家分了，你说这关系能好吗？所以说不能好，咱也就别指望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明天晚上这场戏，明明就是对台戏，咱就别当和气戏唱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楚柯今天可是来了，对咱们也和和气气的，咱们别把关系整得太假了啊！哎呀，别看他祝贺今天来了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，我是太明白了。珍珠玉翠怎么没来啊？我不是没请他呀，这干什么呢？明明是给咱们脸色看。咱们明天搞开业庆典，人家呢，开业两周年也庆典，这什么意思？明明还想压咱一头吗？都邻里邻居的住着，一个河边洗衣服，一个井里打水，何必把关系搞得那么僵啊？啊，弄僵了怎么地？他朱五河不是过去吗？平时咱也用不着他，怕他干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别说胡话。我看，要不咱们家明天别唱了啊，别到后天唱。不行。要改，你跟他家说，让他家改。明天晚上这场戏，我刘宁秀唱定了。烧出一个太阳过天上，等我。